你们俩怎么好端端吵起来了？高小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你昨天让我和皮特王丢人丢大发了。什么皮特王？他就是隔壁村王麻子。皮特清早就吵什么吵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还先找上门来了。我们小满可是高材生，你都介绍些什么东西？什么高材生？还不得回家来种地？你看人家皮特王一本正经，哪像你家闺女，脚踏两只船。 是啊，阿姨，我可是看那二婶的面子上，她答应和小满相亲的。滚出去！桂芳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了？啊，敢做还不快让人说啊！怎么了？我就是要说，你们能不能？庄小满，你发什么疯？爷爷说了，家里要是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就泼草木灰。你爷爷说的对。 叔叔阿姨，请放心，只要小满知道就改，离开这个野男人，我爷爷记和他。谁是野男人？你就是，我就说你呢，你就是野男人。哎呀！哇，看不出来练过。